从上到下下来。这个都是相当细微的话，就是 要需要有来 有上这个课的时候你比较能够理解了。不然如果单独你看那个看人家写完的结果，像如果我们你如果把你这个这一篇这个影印后人的你丢给你的你其他科系的同学朋友看，当然他也可以写描得很好了，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学到我们上课中讲的那个重点，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写，怎么写才会有那个精神，写出他那个勤俭的那个精神。然后时间的时哦，这个也是很常用的日哦，一样跟口一样哦，就是先左下角再右上角，左下是角度，右上是弧度，然后这一画是斜度，加上写的时候的速度。就是四度了，老师一直在重复一直在讲勤俭的四度，就是你不想背 也被我一直讲讲一讲也都背起来。十右边是寺庙的寺，寺庙的寺，像你现在上完课，那你怎么样会很快记得不会忘记呢？永远都不太会忘记，就是你马上去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或是什么其他的你认识的，只要照老师上课讲的，你一样一模一样这样子讲给他听，那你对于这个字的印象就是最清楚的。就不会忘记了，因为你教过他，你就加深印象，然后加上你也会知道说哦，为什么是这样子，这样你会更清楚的去理解他这样子的形成的原因。好，有没有的有，接下来又上面也是一只手，这个一只手，然后下面是肉，有下面是肉，手抓住一个肉这样。应该没有很难，然后把的话左边是手，手应该原来是这样子，但是它就有一段它就是变成这样子，因为真的我们讲一直从强调在那么小的那个竹简的宽度范围内，那两笔跟一笔之间真的没有什么看不出那个差异这样子，其实它是两笔的，可是 你有时候就看它就会变成这么一笔，左右这个这样子它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你看手的偏旁它怎么来的？我们现在写手到这一画的时候往上勾，在最后再写这一笔提手旁，就是这个勾是我们在写的时候为了要快的一个接下一笔的一个动作，然后这个勾越来越明显的时候，这一画结束，但是它原来的笔顺应该是就是这两画降下来，那更早当然就是这样子，哦，是这个方向。那如果你勾左右边方向的话，可不可以？不行，因为如果你往右边勾的话，这个就是马，毛泽东的马，毛主席，他是往右下，哦，这个就是马。所以那个方向性很重要，就是这个是毛，这个是手，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右边这个八，它其实是这样，它是无在，它是就是一个肥笔这样子。这样一个形，就是要把它涂黑就对了，它就是这个形。那这个把是这样，那另外一个字呢？肥，我们刚刚学过肉嘛，这个肉加上这个八。就是肥，我们最不喜欢的，不想要变胖变肥，这个就是肥。不小心你又学到一个形容词，就是肥。肥胖的肥。八，八九。这个绝对比你去学那个去记草书啊，去记其他的字还要快。草书你要记那个标准草书，要偏旁部件，那个有时候不见得能背起来。但是这个跟我们平常用的这个字还不会差太多，繁体啊，可能简体还需要一些转换，但是写个几次大概就可以理解。然后九，我们刚刚讲有学过那个水嘛，它就是这个三点水而已。然后这个是油，右半边的这个油，就是这样子，很象形啊。这个是老师在示范的时候让大家写给大家看，是这样很比较乱的一张纸，就是把它写满。但是作为你要学习练习的时候，尽量不要这样子来写，就是当然你如果有其他事情要当成涂鸦这样就无妨了。可是如果你要
你要作为一个比较正式的学习的时候，就像老师讲的，老师用的方法，就是把它印成一个比较灰阶的一个模本，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去把它描完，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一个流程，你来学习会比较好，这是最好的方式。那如果你是真的是没有那个资料，你要这样子涂鸦写，当然也可以，只是真的那个效果会没那么好。因为我们写字其实最关键的是专注，就是你要把你的专注先抓到。那专注怎么样来达到呢？就是你要有一个固定的，而不是因为你如果要在这个范围内把字写完，你会就是那种思绪不容易集中了，你只是把它好像把它填满。那因为这个是教学老师的教学的方式，这个关系给你们看方便。那你如果真的要开始练习的时候，就是把那个老师给你们的那个模本，你可以多印几张，然后就坐下来就写这样。如果你真的要精进这个部分的话，好，接下来是问的话，上面是一个门就是这么写，这样要把它包起来，有点尖尖的。我们今天应该是讲不完全部的，不要可能，待会再继续讲，先讲到一个段落。因为老师当然也可以很快的带过了，很快的带过就你就没有办法写的比较详细，很多笔画可能就没有办法了解，所以还是我们多花一点时间把它讲清楚一点。这样子你自由可以有时候是不是我的名字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写，就会有一点启发了哈，对于这个字的那个构型就会理解。问有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口的这个写法，然后接下来是青哈，青天的青。青它下面不是月也不是肉了，它是丹，我就是这个丹，所以它会是这个写，中间是一个点，一个小点，那但是你会以为是横画这样很长，但是它是短短的而已。这个有点往那边撇，所以笔画都是因为我们那个毛笔是软质的，所以它有一些弹性，它会有一些方向，会让字比较容易写好，而不会开叉爆掉这样子。所以那个形是蛮在那个时候的那个样子是有必要，就是那样子的。接下来是天，天刚刚我们有先偷跑先写过了，天一个一横，然后左右，
像现在目前这个课真的你眼睛一定要看着这个画面哦，这样来，因为我如果没有讲话你就不知道这个我在表达什么，听听当然也需要了，那老师在写的这个过程去揣摩一下，因为我们有这个空间上的限制，就是没有实际这个课堂上你看到我写，那只能透过这个实物投影机的这个画面，然后让你去体会写的这个样子。先然后我们再写段，不知天上宫阙，不其实也是常会写到的一画，然后这个拉上去滑下来左右，就是小小的而已。大家又也是有一个观念，就是字该小它就是小，笔画少它就是小，笔画大笔画多它才需要写大。举一个例子，日是这样子啊，日子的日，然后春天的春怎么写呢？春下面是日，所以它的比例是这样子，这样大家看得出来。好，它不会是这么。笔画少了它就是比较小，笔画多的就写大，这样。再举一个例子，田是这个比例的，那翻还有什么甲，拉长的是甲，甲乙丙丁的甲。大家有这个概念，就是小笔画少它就是写的小，笔画多它就是大。那如果当一个笔画跟文字它都是在一个范围内都规定的一样，弄的一样大小，我们就说这个叫规整画了，规矩的规，这样子整齐写的比较规矩，叫整齐，这样子规整化。一横画，然后拉上去，滑下来，不要的不。接下来是知道的知。这个也是连续的，滑过去，滑过来，这个口的形也是这样子，一个 U 字形。不知，知有左半边是死，见死的死，它原来就是这样子。象形就是这样子，原来的象形，经文的形。不知天，有刚刚写过的天，上面的上。这一点，然后滑过来，有点弯折滑过来，然后再一横上，接下来是宫，宫两个口，
这个上面这个棉布，我们刚刚写宋，宋朝的宋已经写过了嘛，这一段。有点斜度，风，你看就是偏旁你理解的，然后文字的口型你也理解的，然后这个字这个工你自然就会写。那记得一样，它就不能写太大这样子哦，就上面其实是。比较大的大头小身这样子，你掌握这个原则，勤俭的这个字的精神啊，这个形神就可以把它写得很好。哦，阙的话，这个门刚刚我们有写过了，下面门的话，这样一个应该没问题。我们另外独立把下面那个形写出来。左边是一个欠，打哈欠的这个欠。哦，这个阙，机械。就是这个比例，不好意思，这个老师家刚好是在机场旁边，所以都有飞机起降的声音。大家有没有听到飞机起降的声音？这个收音的部分我会再调整哦，是因为这个麦克风收音。会把其他收音声音都收进去，下次我看看能不能改，比较不会把环境音收进去，让大家听的时候比较清楚。只有我讲的声音，其他声音都不能有，不能录进去这样。去。那有时候我会写。这个钢笔是我反过来写，反过来写的用意其实是因为钢笔你如果反过来写，它笔画会比较细啊。它这个是这个 粗细度嘛，然后你 正面的话它比较粗，有没有可以感觉的差别？差很多了。今天的今的重点是上面这一个，一边比较短，一边比较长。就是这边要用甩的那个感觉。很像女生那个甩头发，一边把头发甩过去的那一种，这样。这个是特别。那顺便，如果因为这边没有黄金的金，我写一下黄金的金，是这样子。放大来看，这样。拉长，啊，这是黄金的金啊，哈，那我们现在是今天的金，这样。细，细就很简单了，哦。没有什么问题，细哦，是
日的这个形，然后下面是这样。那也有是这样子。哦，我们讲那个纸的这个形啊，这个这样子。因为方向性写快理顺的差异，它就会变成这样。这个举一个例子哦，这个是徒弟的徒了，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这个也是，那为什么？这两个完全不一样，怎么是一样？怎么是同一个字呢？哦，你要从它的秦文字就可以理解了。它这个错其实就是上面这一个吃的这个形加上下面这个字，哦，所以我们的楷书有时候你会觉得不同字，事实上它在原来的秦简汉简更早的文字的时候，它其实是指的同一个字，只是我们现在后来的那个楷的形，它去立定它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但是事实上是同一个字。那这个偏旁，这个纸的这个形错，我们讲错部的这个，它就是原来的，就是这么写。是不是的事衍生出来另外一个说法。然后何年，我们讲完这两个字就这个阶段就先到这里。何左边是一个人哦，人的话你要从这一话在这个方向再这样也可以，那甚至 也可以直接滑上去再下来也可以。这个何必的何，因为我们有写过歌嘛，所以这个歌的这个形它就很像两个可去叠在一起的，所以你会写的这个，学过一个字，有时候很多字就同时就会写。我们不用把所有的汉字都教你怎么写，你就自然而然你就这个好像这个这样子就可以写出那个字了。有些是可以这样子的，但 不是全部，但是大部分的字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把它组合起来，这样子。年的话，我们前面有学过和这个形哦，啊，下面很像是一个千呐，这个是千，一千两千的千，哦，这个是年。
放大来看，放大来写真的就是为了教学给你们看清楚、啊、但是你们自己练习绝对不要把字写得很大来练、哦、这个效果真的不好。真的你要写很大的字的时候，我们真拿毛笔来写，写那个比较大的字，那就没有问题。如果要写这个小的字，建议的话真的还是写一公分以内的。然后有格子的，像这个有画有限制你左右宽度的，然后有内容，这样你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去写，一段一句，什么？可能是一首歌啊，或者是一首诗之类的这样子。哦，不要一直这样，不能用这样子涂鸦的啦，这样比较你们在练习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个效果。好，我们今天先到金气是何年，然后最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之前我帮以前上课的同学写的名字啊。这个是焦距还在，焦距这个是吴雅轩。陈怡真、温佑荣，这就是当年老师帮他写的名字，同学的，然后会有用红笔，就是让同学注意那个写法不一样。赖玉山，玉是写这样的，玉跟网的差别是在于这个距离而已，文字上下的距离。这个是勤俭的其他的教材，像这个是真的是勤俭老师去描 的结构啊，这是放大的。如果我们有机会写，因为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同时写了，是，但是我可以示范。之前我上课都是要大家买适合写勤俭的毛笔，然后真的来写，把从小字写完，然后写这个，再写这个比较大的字。那老师都有这个范本，让同学来写这样子。好，看这个副，这个是内容是《秦睡虎地勤俭效率》这一篇的内容。这个是练习用的，这个是缩小大概是这样。你会发现这个真的就是秦代人，秦人这个书写者书手的风格。那老师的风格跟他有点像，但是又没有完全像，因为我是现代人，那我用我的方式写，但我是学他们其中的很多秦代的书手嘛，因为我看很多篇，然后去学，那所以不会完全像。那所以我们有时候为什么学书法要很多方向，很多来源，你如果单独只学一个老师就比较可惜了，就是你只会他的其中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有时候跟老师学的时候也是需要多跟古人学，就是多看这些古代的这些出土的那个墨迹文字这些图版，然后去揣摩，
真正他在写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那如果有老师来旁边来教，当然也很好，就是可以加快我们对于那个文字的这种理解。有时候我们自己在那边想半天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写这样，但是老师讲个看了讲一下，马上就我们就通了，这很有必要这样子。下周我们会继续把内容再讲，然后会有一些字特别会用那个会做一个那个简报来讲解，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名字的话，我们上次要帮同学来写，然后还没有开始。我看线上现在还在的，看一下哦，还有33位没有偷跑的哦，没有提早。我们就看看你，想你的名字想要老师现在现场写给你看的，你可以打名字打在上面。那我看一下，如果我会写，我就把它写上去；如果不会写，我就再去查一下。这样，尹同学上次写过了吗？记得上次写。讯造句造这个造的这个走的形是这样的，很多种写法，因为走的这个上面这个有时候是这样子，然后这边会多一画，它有时候是直接拉上来。有时候会这样，这个是走。那照右边的消大概就是这样子。翼的话，洋翼的这个翼，我不太确定。我确定了，我就先写了。张兆硕，李小轩，这个小我不太确定。李杨君超，走走，我们刚刚写的很好。
好几遍哦，走这个心。对，刚好顺便练习走这个心。后面的时间，后面的课我们会一段，会有一些会介绍到一个资料库，老师做的这个引得是这个资料库查字的，有之后会有一些示范，让大家方便可以知道说有这个工具这样子，成。承先启后的这个承，老师现在正在查这个承，但是他的智力都比较，这个层刚好顺便最后来做一个讲解，五层它比较复杂哦，它是阳，阳的话我们讲这个腹啦，左腹右翼这个腹，这个腹它其实就是一个这样楼梯这样子，然后阳然后等一下我们讲一下这个辰，这个辰它有上半段下半段，它是同个字，然后就是一起一起的，然后我放大来写给大家看，左右，然后它是这样，这边要把它涂黑这样子，然后下面是一个手的这个形，哦，这个是承，承担的承，我觉得这个稍微复杂一点，我再写一次给大家看。这个要把它涂黑，这样，这个涂黑这种常常有，像我们写山啊，也是这里要涂黑哦。这个是那个山上的山啊，山。很象形哦，它就是一个这样啦，要涂黑的，这一段要涂黑的，就刚我们写的那个八，这个也是要涂黑一样。你现在贴的那个意是那个。一般我们店查的那个小篆的那个形的意，然后但是不见得是我们讲的那个勤俭的那个意，因为它我们用的都是要有那个字例，真的有出图那个字例，没有的话我们会在做通假或者是其他的，像
像义这个字在秦文字就没有，我看其他的有没有。最后拿这个当成是一个 ending， 看看。因为有些字它就是比较晚出的，晚出的意思是说在秦汉的时候它就是没有那个字，那个字是比较晚才出来的的时候呢，在秦汉就一定就没有那个字的时候，那但是你要用啊，就是你这个时代我需要那个字来写出秦文字怎么办呢？所以就有很多方式来处理，通假或是偏旁造字，这个是另外一种做法。我印了一个义的这个各种的写法。后汉的孔宙碑是这样的，那是秦简，目前是没有秦隶啊，秦简的例子，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会从汉的这些文字稍微来做，哦，就像它一的那个形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参考。然后次跟新这个就没有问题嘛，就可以把它整理起来，就是你要写出来那个字这样子。一的话应该是有了，左半边的一的话是有。一的话呢，在秦简的一它是怎么写呢？左半边的一的这个画面上有出来吗？看一下。然后次新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这边是一的这个写。然后右半边是这个，所以这个字就是这样子。新的话是这样子写。好，作为我们今天课最后的 ending，让大家也学到自己的名字。我们礼拜五继续上，把后面的继续把它上，然后如果有什么其他的要补充的我会再提供。好， OK， 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可以在QQ 的群组上反映，或是写信给老师也都可以。大家如果对这个内容有什么疑问都随时都可以问。我们的课在中间早上有一点延迟，就是那个设备的关系，不好意思。我们就礼拜五再见了，同学，我们继续礼拜五继续再来研讨秦文字。同学有空在家里再多练习啊。OK， 大家可以回家吃饭。OK， 拜。老师视讯关掉啦。大家有空可以 QQ 可以讨论，可以。好，拜。完了，321。